我们这次看看这个能不能一命通关。他要把我的鼠标拿走，都是科技与狠活啊，兄弟们！哎，我已经玩到要哭了。我这次把他留住了，反而这次是要哭了。我们这次看看这个能不能一命通关，一起来看呢，这个好听。那我也去听呢，弟弟你过去。什么完蛋？我叫韩婷。我这次一次过，谢谢答案太大。新赵镇上上任的教师，哦，青梅竹马路线。我喜欢烤肠，那个是淀粉肠。都是科技与狠活啊，兄弟们！不讲价的，啊！我那边不要不要不要，弟弟你回来，你不要再吃香肠了，弟弟。你胖死好了你。把香肠拿去退钱呢、啊。没钱就走开，哦，好坏哦！弟弟超爱吃香肠哎，我的天！不要再买香肠了，这有什么毛病啊？这个。我阻止不了他买香肠呢。给我，我的猪猪要饿死了。不要再买香肠了。到底怎么退钱啊？我怎么阻止他？无尽香肠轮回。我如果直接点那个响，点那台钢琴，没有钢琴，没有钢琴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是看我的鼠标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不要贴攻略给我，不要贴攻略给我。
啊，又想吃香肠，不给你吃。刚才想说，我这个鼠标是我的花束有问题。应该买得起了吧？买得起了，小猪，小猪居居，送给你的，不客气，就三根香肠的钱。羡慕和憧憬。我还会修节拍器。我还没修好呢。是不是他要搬家？我觉得他应该要搬家。什么东西卡住了？帮我拿把螺丝起子。你要搬家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。那，你先想一下，我修一下。你好好想想。修好了。我修好了呢，你看我修好了呢，你教我，啊，我修好了呢。适当时间按下左键，完蛋，我晕次。不会这个没过不能过吧？完蛋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啊？
好，我会了。那他亲我。我们不是才小学生吗？哼 小学生喜欢小学生，怎么能算萝莉控？暑假的时候，你听过阿周的歌吗？好听吗？超级好听，那我听听看，快听。三重门，不知道呢。哦，高中了，我在修电路板。在那个年代，在玩贪吃蛇。暑假要回老家，哭哭。是高二、高三，是哪种？NSSW，你吗？好像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梗。不好笑，你要负责。搬到市里了。对啊，我们多久没见面了？感觉我们的话题，我们是尬起来了吗？在看托福啊，要去国外了。他要出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按错了吗？我刚不是按那个电话？我们只是朋友吗？大概不是，也不是情侣吧？我喜欢他吗？大概是的。真的是吗？好乱哦，什么意思？
吓我一跳。我要怎么约他？游乐场。5年没见了。去坐摩天轮怎么样？其实，我就知道。时差，呜呜呜！哭哭。Michael Jackson，我都没看，他们两个都好优秀。
这关好难，我已经玩到要哭了。你不觉得很难过吗？我要怎么样才能救他们？我过去，我奔过去。我以为这个拉过去就是我跑去找他、欸。我不能跟他去吗？那我去国外做晶片，不是更有前途？啊？为什么？哇塞！我这次把他留住了，反而这次是不是好结局？怎么办？没有我过去找他的选项吗？他要把我的鼠标拉走，他要拉去那个香肠摊了。还是我就给他拉走，我不要分手。哎，不是，他出了那个游戏还是在拉，哎，这什么鬼？
他们都哭了。希望会吧。